是真的很新的一对夫妻。欢迎新婚。就是说他是一个模特，然后非常喜欢化浓妆出门。他会在那边调那个底妆的颜色。第二次跟塔出去的时候，我就是整个是素颜。你叫塔？跟塔。塔。你闭嘴！你闭嘴！要闭嘴！我们以后可以叫你塔。谢大便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